为什么麻根张静婉会长？我觉得现在时机不对，世珍还不适合当副社长。你身上的喜报都要我亲手消灭，就是现在，请你现在马上爆料。消失在我眼前，马上！世珍的报道是你爆料的吗？你再敢对你外婆做出这种事，我可没有毁掉过张世珍，是他自己每次都掉进自己所设下的陷阱。请锁定《天上的约定》，由天罗捕蚊机冠名赞助。